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好，现在有一个正立方体，然后呢 ，AB 是两个顶点，那 O 的话哈，它是中心点。那么他问哈，这个角 AOB 哈等于多少？cosine 呢角 AOB 呢是等于多少？好啊，这怎么做？我们现在来看哈。这个 AO 跟 OB 是等于多少？这个 O 它是中心点嘛。好，那 AO 的话呢是等于那个这个正立方体对角线的一半。我们知道那个正立方体的话，比如说这一点到达这一点，这画的不好，这一点到达这一点，好，这个是对角线。好 ，B 的话到达的话 ，AB 这一点叫 C 好了 ，AC 这个是对角线。它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开根号。好，就说 B 哈 ，BO 哈，是等于二分之一的对角线 BC 啊。啊 ，BC 等于多少呢 ？BC 是等于那个，这个我们定它是等于一好了。好，令它等于一，是等于那个根号哈，一平方 x 平方。加 y 平方加 z 平方，哦，一平方加一平方加一平方，这个是等于根号三，哦，根号三。那 bo 跟，这个 ba 哈，bo 跟这个 ao 一样，等于多少？等于 a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三角形，三角形哈 ，abo， 那 ab 等于多少？AB 是等于根号二，因为这是一嘛，这是一，啊，这是直角，好，这是根号多少呢？这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开根号，所以这等于根号二。好，那等于哈，这个这个等于多少？这 BC 是根号三嘛，所以是二分之根号三，所以等于哈，这个三角形是等于三角形。这边长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啊，这个也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啊，这是根号二，啊，所以 cos 这个角度等于多少？哎，这个角度西塔，啊，西塔就是角 AOB 啊，哦 ，cos 哈，这个是，角 cos 西塔好了 ，cos 西塔就等于多少？这是。这个叫 A 好了 ，2BC， 2乘以 B， 二分之根号三，乘以 C， 二分之根号三，哦，余弦定理啊，问多少呢？二分之根号三的平方，加上二分之根号三的平方，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平方了，根号二的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分母是二分之三，啊分子哈，分子也是这里也是二分之三的哈，因为这也是两倍的二分之根号三的平方，二分之三，减掉这个二，这分子是等于二分之负一啊，哦约掉，所以这等于三分之负一，所以答案是三分之负一。